有了，我们的最后一只，这张地图的最后一只出来了，还是要派他去跟恐龙打。你已经在马坦赛罗岛达到最高评分了。哎，他是我最高评分了，五星了。我读过这种恐龙的资料，是在一本书里，它叫《可视龙》。<笑>小屁哦！<笑> 哎，这是谁？我刚没有看，对不起，你们刚刚看倒数第二个是谁？哇，来不及，糟了，我刚没有看到，哎，好吧，看现在这个好了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开启大门。鹿猫吗？好吧，鹿猫就是你了。 鹿猫，鹿猫攻啥？这游戏是养恐龙赚钱吗？这游戏养恐龙赚钱吗？恐龙数目太多，你不喜欢？撒回！那你就给我去。 跟恐龙打架吧。咦，嗯，工作，设置追加工作。那啥，这是成正比的东西。 他比较喜欢独处，天啊，那就去跟暴龙独处吧，不是暴龙了。哦，那我是不是准备回收恐龙？不能养在这里了，来挖个点给他养嘛，养在偏乡。哎，那我们再养一只吧，攻击通一点的。 来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来抢哦，看谁会打赢那一只哦。哪只攻击痛一点？我看一下哦，二四，哇，克斯有那么痛哦？好，行行行行，白痴哦，我用基因的了啊。防御最高，挑个防御最高的哈。哎，所以我预设就是最好的了呢。 哎呀，这次是打架用的喽！哎，他们在开会了。啊，散会，散会，散会！<笑>你看一下隔壁。 哦，没有啦，我只想把他们关起来而已。哎、欸，他还不出去、欸，这边你喜欢吗？可以啊，这边他喜欢，他喜欢这里。好，存个档，储存，储存。OK。 没有群裂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没有草了，没有草了，没有草了。脚步步车过来，认真工作。准备补充喂食处，添加工作。
好了，三个。接货喂食处补充申请。怎么又安静了？还没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打完这一场就换下一张地图了，因为这张我们已经五星了。没有，它是自动啊啊！可是就是说，像你那个是转蛋机，你转蛋机那个转蛋没了，你还是要补货进去啊，这个意思啊。他一次可以补十次啊，所以那个扣打没了，所以你要去补。好，阿北，好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好听一点，霸气阿北。要等我后面解锁啊，等我嘛，等我嘛，就慢慢玩啊，等我嘛，等我嘛。来来来来来，霸气阿杯，呀，你咬我啊，你咬我啊，你再吵就把阿杯也抓进来哦，让两只阿杯互打哦，看谁会赢啊，来啊，等一下哈，你要跟钩追打吗？我、哦、真的要、哦、阿贝打阿贝，好吧。麻醉角迷龙，阿贝的麻醉阿贝够足。这份合同能让我们的盈余提升不少。对啊，我觉得阿贝会赢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提升电量速度。我随时都愿意和你一起工作。快到55万，55万，哎、欸，等下有一只死掉了。哦哦哦，哦，该死了，该死了，该死了。正在回收口。恐龙回收申请。钩子要死哦，钩子！猜谁会赢嘞？没有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卖照哦！你再跑，我就要亲自上来射你了哦！哦，中了中了中了！正在运输恐龙，正在回收恐龙。应该不是互打吧？应该是刚刚造这个东西吧？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加。那个啊，游客进来的那个数量，所以我才会盖这些无微博呀。这边全都是加那个游客的，就只有这个是餐厅而已。你们买个巨大牛排，哎呦，这个霸气先进去哦。没办法、啊，我是慢慢，我因为重玩很多次了、欸。
看来，看来中二还是会死嘛。啊哈！不会吧，这么和平哦？哈？这就是所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阿杯想攻击阿杯了，阿杯在提防阿杯了。阿杯头滴滴，这个阿杯说，那个阿杯嘴巴很臭。哦哦哦哦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不行啊，完全不会反击啊。哇，八七阿杯要死了！秒杀，哈哈哈哈，无伤哎、欸！呜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还抽动一下。好啦，恭喜阿杯获胜，不是87%。好啦，赢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运输。阿贝，你太弱了吧？怎么不还手啊？还是要等这个到55万呢？五万，550块啦，那不是万啊？你看呐、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好多抬高高哎、欸。啊啊啊！哎呦哎呦，破土了！哎呦，摇尾巴！哎呦。运输中。还有死掉的吗？没有了。没化石，哪一个啊？多次假甲龙，那又是什么？你是从哪一个台听到的东西啊？感觉就是某个台，然后乱叫的那样。多次假甲龙，你说谁知道？会吗？我觉得三角龙比他痛欸。等一下哦，还是因为我的那个这个啊，要选强力，不是强力耶，攻击，攻击力好用，好吧。那等一下就直接叫他多次甲甲龙吧，看好奇怪的名字哦，你们哪来听来的、啊？侵啊，都应该用侵略这个吧，就是感觉他会先攻啊，啊这个就没差了、欸，多命而已。你确定吗？他能攻击就这两个而已耶、欸。哦哟，看一下哦，攻击103。攻击69，要怎么打、啊？哦，之后的恐龙哦，好哦，看一下，我改一下这个、哦，改攻击强一点的。